干，先写狠话，左低右高，树，右边的树高一点，高低错位，里面这个笔画不要写的重，轻一点。封住口，笔画短小，紧凑。路，女字头要写的宽扁，对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。竖在口的正下方，第一个撇短一点，捺笔由轻到重向右下方伸展，要长一点，撇短捺长，撇要竖，口尽量往上面靠，口要写的宽扁，这个微微向上斜的，这个要平，一斜一正。句，单人旁撇短竖长，竖画用垂漏竖。横折不要写太宽，里面三个横要写的短小点，这个横要写的长，由轻到重，对准这个书的下方，这个点对准右边这个书的下方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点高低要错位，上面的话不能写的齐平。进，横折，这个横画要长一点，要细一点，竖在这个中间，横，注意的横画长短要有变化，四个点间距是均等，注意两边手往中间斜要有粗细的变化，里面两个手变成两个点，下面这个横，注意拖住，横笔多的时候，横要有长短变化，间距均等。